那长期使用蜂蜜呢，有非常多的益处咯。它除了可以养颜、美容、保健之外，对女性的肌肤也非常的好，可以保湿，然后可以紧实肌肤。对于家里的长辈也说，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比如说，现在长辈的那个新陈代谢都会放缓，然后免疫效率下降呢，长期使用蜂蜜呢，不只可以提升免疫系统，还可以帮助你的新陈代谢加快。老板娘皮肤很好，我觉得我要时常来这里喝蜜糖饮料，皮肤跟老板娘一样好。老板娘人很好，然后她都会介绍我们这里的什么好喝，推荐我们好喝的，很耐心跟我们解释她是用什么材料来做这些饮料，都会点 strawberry 的 soda sparkling， 它很好喝，然后不是那种外面的，它没有加外面的那些香精，都是很天然的草莓跟很天然的蜜糖，所以喝好就很清爽的感觉。然后就也看到就是老板娘就分享就也很漂亮，就吸引到这个点，就过来坐坐看看这样子。然后就来的时候就介绍到关于蜂蜜的知识啊那些，然后就老板娘就有讲到啊，就喝蜂蜜的话会帮助健康上的，然后也会变漂亮。然后就看到老板娘本身的那个皮肤也很好，然后就想说我就来试试看哦，就来也来调理，这样就减少喝奶茶啦，就换一个喝选择的方式，然后来这边就喝蜂蜜，然后就之后就常常过来，然后就也很喜欢这边的环境，老板娘就也很漂亮，也很亲切，然后就觉得很健康，所以就开始来这边这样坐坐，然后就有空就来这边休息一下，也很舒服，就养生。第一次喝的时候就喝到身体比较 OK 啦，然后到最后老板娘解释过后讲我喝了过后肠胃也比较舒服，然后胃口也比较好，直接不用泡水也可以直接喝，很润喉，那喉咙痛的时候跟喉咙干的时候很适合喝这个蜂蜜。